峡谷新型诈骗真是绝了，本来今天高高兴兴，结果遇到这两位，完全不带你们这么玩的。可怕的不是需要诈骗犯，而且诈骗犯居然还有同伙。这委屈我找谁说去，不光是我兰陵王今天也没好到哪去，愣是被安琪拉支配了一整天，作为刺客真是把脸都丢尽了。辅助帮我去看下蓝。你的无人已经干什么？就让你们玩上战绩，再胡说，还是你带我一样。淡定，一时糗涂，感受到我的压力。敌情可敌，敌人的 legendary， 听到 nice killing， double kill， 还能再 triple kill。八三拳右三拳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。我的名头不。你也和他们说的一样喜欢木兰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想和他们打配合。我没有，我只想跟他打配合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!
你现在开心了吧？你这个冷漠无情的人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我去买喽。小美，你有被动吗？我就你出去。有的。我想念那个不下雪的冬天。我这句真的不能输啊，我这句真的不能输，不输了我就拧不到皮肤了，我这挖着也不能玩了。这次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我求的求你了。安静啊，流进你身体里。等我很久了吧？请求集合。我愿意用我们相识的一点一滴，以及我的全部妖力气势。我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心可不冷。